新化你熟吗？不熟。选一个台南最不熟的地方，就是新化这里。你都不熟。对。所以就是这样，因为台南你太熟了。我们选一个你最不熟的地方。耶、yeah! ！来，你要去哪里？新化。耶、yeah! ！然后他的整条全部都认识。这个不是，这些都没有原本留下来的。是那个异常。还有多少？36.7小时。蓝色的门，有够漂亮的，好美哦。小黑文超多的，
还没有到路口就被蚊子击败了。专家学者，全世界的学者、博士、大师研究过，要在这里怎么克服小黑蚊？他们想出了一个非常棒的方法，就是穿长袖长裤。Yeah. Yeah, yeah, yeah.